OK， 我现在在曼谷，然后看到一家玩具店，这个是啊，感觉来到了日本。哎，我们来看一下都有什么吗？这里呢，哎，全都是日本品牌的这些玩偶、哦、手办啊。来看一下，哎，都是这个，叫什么？帕布雷斯特啊，那999，这个是什么动漫？这个。可以拿去自己拼啊，是一个完整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啊，这里这全都是啊，全都是。这是拼好的造型，高达，好、啊、这么多、啊。来往下看啊，啊，这个更酷了，这个很贵，这个应该是，哎，没有价格啊，这是一个展示品。看这个2599，这就是500块钱一个、啊。哦，看，全都是金，这是万代的。这些呢都是正品啊。哦，这个是蜡笔小新爸爸吗？有点帅啊。啊，这边七龙珠，哇，这各种造型啊，各种人物都有。哦、这个价格可以看到底下，这个大七龙珠，这个多少钱？这个是1599，也就是300块钱人民币不到一点点啊。这里都是龙珠人物。哦、还有这么多的 cosplay 服装，好好，这么多。然后看这边，这是啥角色？咱们就不认识了。双，很多，好、哦，这边也都是。这个角色非常多，有认识的吗？应该都是些非常知名的卡通人物吧。价格呢？这个是799、699、699。好，看这边，这些都是正品啊，不是那种国内山寨货。但是啊，这个价格也都不便宜吧？一个手办，哎，像这个手办也要接近200多人民币，然后看这边，还有很多毛绒玩具，看一下这是什么品牌，也是万代的，会精致一些啊。这边也有，那最小的这个229，约合人民币的话，也就是40多，不到50块钱。整整的这两墙都是啊，都是。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啊？有懂的小伙伴们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？这个这么小小个的就要30多块钱，还是挺贵的啊。但是它本身正品的东西呢，也都是这个价格吧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后面还有什么其他的。哦，这里还有啊，宠物小精灵系列的。吃豆人，哎，吃豆人也有。小丑鱼，哇，这都是万代的啊，价格也都还可以。这个七龙珠系列，然后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商品。这是家日本店啊，日本超市。还有这个锻炼的也都是日本的嘛，好好。哎。泰国还是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的，这也太暴利了吧！这健身器材也都是日本商品，很多啊。拳击手套多少钱一个？499，约合100块钱一副吧。这个超市很大，你看，非常大。都是日本的商品，那像这边宠物的用品也都是日本的商品，哎，也不一定啊，就我觉得啊，就很多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的。看一下这个，哎，这个企鹅，
应该不是中国制造吧？卖了一圈了，果真是中国制造。虽然是日本商品啊，但是很多中国制造，这就很扯。这个是 Made in Japan， 然后看全都是这果冻，这个吃的59，这个10块钱一个果冻，这个是进口的，可能是日本的吧。食品啊 ，QQ 糖69，10块钱一袋，里面有很多小袋。哎呀，这个不会是日本的吧？挺贵的，这泰国没有这么贵的苹果。番薯，我的天，这番薯80块钱一公斤啊！这什么番薯啊？80块钱一公斤，这太贵了吧？这日本的东西这么贵吗？80块钱一公斤的这个番薯，哦，全都是吃的。我们看一下前面啊，卖面包的地方，我们去找一下我们的小伙伴。哇，这个好像很好吃啊，99，这个是甜的，这个有点像那个啥，这货就是糯米糍。哇，这个超市非常密密麻麻。啊，这个面包，哦，我看到那个面包好像很好吃的样子啊。对。哦，牙刷都有，这都是日本的日化产品，包括这些像他们男士用的，这个是发型啊，搞发型的，都是日本的。哇，这是啥？这是湿巾啊，兄弟，一个湿巾要卖99。还有这个脱毛，这个东西啊，应该是很效果很厉害。你看这个脱毛，左跟右的对比，哎，很多很多东西，很多很多商品哦。然后看这个枕头，呵呵，这个枕头好奇怪的感觉，多少钱一个？1699。这宇航员睡的，你看，这个300多块钱，一个199是多少钱？40块。这，搞个吃一下吗？这149。我觉得可能就草莓贵，但这个不好吃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好像放久了有点那个奶油。这个是番薯啊。这是薯条啊，159。这是番薯，红薯对吧？泡芙哎。对啊，我操，泡芙。哦，那里有99，三个大的。这里还有千层，哇，这个是多少钱？159，它这里东西都偏贵。这个特价39，就这个。海豚肉58一块，那个炸的，然后这个和牛399，这个约合人民币的话就80块钱一盒的饭。然后我买了一个小饭团，这个是和牛包饭，这个的话20块钱。这寿司看起来好好吃啊，但是价格都是挺贵的，像这盒80。这个65，这盒65。看这个鱼是这么大，带鱼这一盒多少钱？1400。1400的话500多，不到五。这所有商品都是约等于80块钱一盒，就这么一点小盒，你看，蛋包饭配一个小丸子。哦，你别说，饿的时候看这些商品都会很想吃啊，感觉还挺好吃的样子。对，特别好吃的样子。看这个三个炸虾，然后这个区域全都是泡面，哈哈哈，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吃的和味道，这个
对，我们是加日本的泡面，这还有汤，这碗是汤，没有送碗。这个泡面199泰铢啊，约合人民币40块钱，哎，买一个。再买一个，这个便宜啊，这个只要5块钱，哆啦 A 梦159一个的，这个约合人民币是30多块钱的一碗拉面，这个拌面买一个吧。好，买个买一个。然后这个茶30泰铢，那这个便宜，这个终于是一个便宜商品了，约合人民币6块钱5块钱买一个。这个绿茶，这个泡菜要卖接近10块钱一小袋，这很小啊，只有这么一点点。你知道这个还有好多酒，这还是正品的万代的袜子啊，这多少钱？这个249呢，约合人民币的话就是30多块钱一双，厉害了。1160块钱，好，人民币的话可能200多。OK， 这是我的午饭，和牛饭团、冰棍儿、陀螺烧，这个是一个甜的，这个，然后是茶、咖啡。这个最贵。这个最贵啊？哦，这个40块钱，40多。199。还有这个159，对，就这两最贵了。没有，还有你那个饭团，我这个109，你这个69。好的，我们来吃下最贵的和牛饭团，直接上手。酱油，就是酱油，感觉味道也很一般。